灰姑娘正在国内热映，这部经典童话的陈旧故事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，对电影的多元化解读堪称万万没想到。王子长得还不如他骑的那匹白马还敢出来混，继母比灰姑娘还美艳，而且充满性格魅力。导演确定不是在帮坏女人洗白，这灰姑娘落难时都穿名牌，看来王子确实只爱富二代呀。网友青红皂出了个白，就把杨幂 PS 到了片中剧照，大幂幂变身梦幻美丽的灰姑娘也毫无违和感，连她本人都称赞那么厉害。